記得咧，小朋友喺前面跳嗰種感覺咧，就好感覺到嗰種即係大家可能長大咗之後咧，人有好多包袱噶。咁我出去睇 show 嘅時候咧，我以前睇 show 嘅時候都係可能坐喺度啊，或者得閒呼呼咁樣嘅。咁但係咧，我覺得放低咗包袱之後咧，我就會成日都企喺度一齊跳。咁如果大家可以真係做到呢個效果嘅話咧，其實係心裏面好過癮嘅。即係我啱啱見到小朋友嘅時候，我就諗翻起嗰種純真。是很鼓舞的，但是呢今天呢我們還有一首歌，是一首慢歌來的。其實寫這首歌的時候呢，遇到填詞的時候有想過，其實真的說離開這個地球，因為他覺得有些就是那種污染的程度。你是說環保的嘛，你的陣上是的，環保地去旅行，環保地去旅行，是的。那這首歌呢就叫地心吸力嘅，咁就成首歌就係講點樣去脱離呢個地心吸力，離開呢個地球嘅表面，上呢個太空。咁啊，呢首歌叫做《地心吸力》，仲有一首歌，多謝你哋。总吸引刺激，令我独自思考最大原因。你学的吸引，如果有一双翅膀就会飞。离开地面一刻，已是完美。想歇好天理。痛快理由，面对这世界吸引力的诅咒，什么不够，什么都不够，离开所有，才得到所有，要去到最远高呼我已自由，于漆黑之中亲手捕捉胜受，目标自由，无约束地去离开地球，无憾的出走，漫步圆球。
地心吸力，我哋 No Way Boys 希望有機會再同大家見面，繼續留意我哋下禮拜就有一首新嘅歌出現啦 ，Yeah， 唞咗好耐啦，係時候俾啲心機，其實冇唞過。